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啾啾鞋。大家要知道，看书能增加知识跟聊天深度，但是你有想过，为什么自己总是没办法看完一本书，而且读完还忘光光，没办法应用到生活中吗？你或许尝试找到对的时间把书念完，可是上个月买的书连包装都还没有拆。但其实你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找到阅读的动力。嗨，瓦基，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哦，对 ，Hello，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，同时也是 Join 好书的主编。我们会和更多专业领域的说书人一起在 Join 好书说书，用十分钟的时间带你快速理解一本书，让你不论在通勤时间、午餐时间，还是做家事的时间，都可以轻松学习。透过书本丰富生活，从戴上耳机开始。现在就下载 PPA App 注册会员，每月十多本新书限时免费听。